你冇事就好啦。我冇事。咦，嗰个我咪系珊珊？系啊，珊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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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啲醒啦！我哋系咪已经死咗啦？唔使惊，我仲好好。点解？我哋会嚟咗呢度噶，因为沉船咯。系啊，呢度咁荒芜，好似冇人住喎。我哋会唔会成世都留喺呢度噶？唔会嘅，天无绝人之路啊嘛。冇错，我哋只要唔放弃，一定揾到人救我哋。诶，呢个咪我哋啲行李？系啊，系啊，我个百宝袋啊，我啲衫啊，好彩啲嘢冇湿到，有衫着啦。不过就冇嘢食，唔紧要，我哋入去树林睇下有冇嘢食。真系要去？系啊。识人噶？诶，点解你会识讲我哋啲话嘅？我唔系土著啊，我啊好多年前漂流到呢度，我走唔到啊！走唔到，点算啊？慢慢你哋就适应噶啦。突然，突然，怎啦？怎啦？胡毅，胡毅，佢哋讲咩啊？佢哋认为你哋系敌人啊！会侵略佢哋嘅村落啊！我哋而家好肚饿咋，净系想搵嘢食。你哋尝试讲啲理由说服佢哋咯。我哋一定唔系敌人，我哋系好人嚟噶，我哋从来都冇伤害过人，连蚁都冇踩过啊！敲言敲言，摸摸开言开言。我哋身上都冇武器。摸摸没理没理。我哋咁细个，边有能力啊？总之我哋唔系敌人，唔会侵略你哋嘅村落。胡毅的言的言，胡毅真叻真叻。走枪，走枪！佢哋依家相信你哋嘅说话啦，要带你哋见族长啊！见族长。走枪，走枪，走枪，走枪。勇仔他们尝试运用议论的能力去救自己。议论的目的就是要提出理由去说服别人，勇仔他们就要说服土著他们不是敌人。这个就是他们的论点，勇仔用了明确肯定的判断句来表示。我们一定不是敌人。论点是作者表达的主张、立场和看法，因为每个人看事物的态度和角度都不同，就会产生不同的论点了。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，所以提出理由。我们是好人来的，我们从来都没伤害过人，连蚁都没踩过。我们身上都没武器。这些支持论点的理由就叫做论据。勇仔和双双用了些事实去说服土著，这些就叫做事实论据了。但是他们的论据又好像不是很够说服力。如果想要论据有说服力，事前就要做好资料搜集的功夫了。用地用白墨白墨，巧言巧言，默默开言开言。族长话，如果你哋可以打开后山嗰个地洞嘅秘密，佢就相信你哋。好，我哋走入地洞睇下。唔好啊，地洞有大灰熊噶。系，唔系要你哋入去啊？即是怎样啊？
这个部族的祖先就传下来了。他们说要最聪明的动物入去才可以打开到地洞的秘密啊。你们都知道怎么做啦，为什么要他们帮手啊？个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哪种动物最聪明，怕找错了触怒神灵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杀我们入去都没那么怕。我们讨论一下先吧。我就在网上看过，大象很聪明，他们会在块镜上认到自己。报纸曾经写过海豚很聪明，他们同门之间会用叫声来沟通，而且为了拿到食物会学习做一些新的动作。我记得有专家说过，黑猩猩的智慧最像我们，他们会模仿人类的行为，懂得自己制造工具来打猎，而且记性很好。他们在很多记忆测试里面得分还高过人类啊。有科学家说八爪鱼很聪明，他们会用颜色和闪动来沟通，又会辨识和模仿其他生物的动作来捕食。曾经有八爪鱼试过在水里面打开玻璃盖拿食物。他们是不是很不满意啊？不是啊，你们令他们想通了啊。啊？为什么有这样的表情的？他们综合了你们的意见之后，终于都知道什么动物是最聪明的。是什么啊？是人类啊。是啊，为什么想不起的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啊？地狱地狱。不是，他们要你们进去地洞那里打开秘密。地狱地狱。之前又说不需要我们进去的。地狱地狱。好了，我进去帮帮吧。地狱。他们在讨论最聪明动物的时候提出的理由又挺有说服力。是啊，他们用了报章和网上的资料，也都引用了专家和科学家的发现。所以要自己的论点具有说服力呢，就要花多些功夫去找资料了。平时呢可以看多些书籍、报章、杂志和网上的文章，就可以增广见识，容纳多方的意见，在议论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具体可信的论据了。搜集完资料之后就要筛选用的资料，要切合论点，合理和具说服力，还要确保这些资料真实和准确。筛选资料之后就要好好整理资料了。可以尝试将这些资料归类或者列出重点。综合勇仔他们的讨论，你认为最聪明的动物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？要懂得跟同伴沟通，好像海豚一样就用叫声，八爪鱼就用颜色和闪动去沟通。还有呢？要记性好，好像大象可以在镜头认到自己，又好像黑猩猩一样在很多记忆测试里面都拿到很高分的。还有呢？要具备学习的能力，好像海豚会学习新动作，黑猩猩又懂得模仿人类的行为。最后就是具有解难的能力，好像黑猩猩懂得做工具去捕猎，八爪鱼在水里面就懂得打开玻璃樽盖。那你又赞不赞成人类是最聪明的动物呢？绝对赞成啊。为什么呢？首先人类有很好的沟通能力，他们懂得用说话、文字、手势、图像去传信息、交换意见和建立感情。还有呢？不单止这样，人类还很好记性，例如记得很久之前发生过的事，记得见过的人，由于记性好，才可以在脑里面积累知识，不断学习。议论的时候记住要提出有力的论据去支持自己的论点。还有尝试将理由或者论据去分类整理，就会更加有说服力了。
边度会有咩秘密啊？我哋啱啱先入嚟，唔好咁快放弃。唔通系？唔好自己吓自己。冷静啲。好似有条路，可能秘密就喺呢度啊！冇乜发现喎，好似系个头路啊！执啲石壁，边度会有咩秘密啊？嗰度好似有纸啊！勇者无惧，毅者不旅，滴水穿石，海阔天空。点解会有我哋啲文字嘅？呢几句一定系提示啊！可能就系秘密。电脑冇电，静一静，听下，我哋跟住啲声音方向行。好惊啊！我哋好相信阿乐，手拖住手。咁我哋而家点算啊？珊珊，记唔记得石头上嗰句滴水穿石啊？我迪生讲过，无论咩时候咩情况，都唔可以有一点灰心丧气。仲有蓝丁格尔，佢放弃贵族生活，走到前线看护伤兵，就算病咗，都继续坚持喺前线工作。后来仲创立护士学校。好，我哋继续努力找下离开这个岛的方法。勇仔他们因为坚持不放弃，终于都走出地洞了。记不记得阿乐和勇仔是用什么故事去说服双双坚持下去呢？还有蓝丁格尔，他放弃贵族生活，走到前线看护伤兵，就算病了都继续坚持在前线工作。后来仲创立护士学校。事实论据是最常用的一种论据，是用历史故事、名人又或者亲身经验等事实来到说明论点。记不记得阿乐他们是用什么说话去说服双双呢？双双，记不记得石头上那句滴水穿石啊？我迪生讲过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，都不可以有一点灰心丧气。事理论句是另一种常用的论句，包括名言佳句、哲学思想或者言语等等。不知道阿乐他们找不找到方法逃离奇异岛呢？不如你们又试一下推想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。